进来就这么美。晚上来这边还有夜景哎。夫妇山，复兴三街 ，Go。哇，一进来就这么美。阳光，哦，这棵树好大哦，哇，你看，这是树根呢。树根都出来了，好大一棵树。啊，一直都有大树，好赞哦！一直都有大树，沿途都是大树。都是大树，好吧，又是这么大，都在路边哦。沿途都是陡绳，陡绳都有绳子，已经很快了，好大好大。对不对？不会吧？对，他会帮你保定，要爬上去，超美的。软的不会，叮
丢丢丢。好可怕，我看，我们刚刚看，发现到一颗。哇，又要爬了，好赞！讲讲讲讲，各位观众，富山1780米，好厉害呀！我们到了，阳光，降降降降，富山，我们从富山，富山要下来。下切80，再上到了垭口，再上升170 ，Go。我是大嗓门，听到我声音没有用。又看到红牌了。都是棱线，你是叫我，所以我说跟陈哥在一起啊，他都会让我们这样玩，不用一直赶，一直赶，一直赶。这里是灵芝，白色的，好大哦！你看我手那么小，它那么大，好。这灵芝上面有美女，灵芝美女，对，饿不饿？有灵芝可以吃哦，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好大哦！对，美女饿不饿？要不要咬一口？来咬一口，好、哦，有有有，拍了。好、哦，我们吃饱了，继续走。下切了80，到了安步，然后待会要上升170米陡上。加油！这里是安步，我们刚刚从那边下来，下降了80米，现在开始陡上，陡上170米。加油！又一棵大树，难倒我了，应该是桃园吧？对啊，我们现在是复兴三街啦。哦，真的好大，嗯。对呀、啊，没有，我在录影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哦，真的超美的。有大树相伴的路径。我们就在他旁边，
过来，但是我们要往前面走，不能等很久。你只要绳索拉着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个探一下洞，看一下我。啊？对，加油！该我了。夫妇山大魔王上场。好。哦，这个前辈坐这个楼梯很稳。我们刚刚看到的夫妇三林树，对呀、啊，我们刚就在下面拍这棵啊。哎，拍的是刚刚下面是拍哪一棵？这边也一棵。哦，那个云海过来了，但是没有时间拍。好，队长在上面，不要让他等太久。加油加油，快到了。在十五分钟，我只求能有一秒像萤火去飞行，多那一秒就足够我靠近你。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小孩长大了。这棵巨木底下都是空的。哦，这只长羽会不会流失掉啊？小米的。哎呀，就靠你们扒住了。哦，真的耶，树洞，树洞，果然不错。它只有长得只有一边好，那一边已经看日子。好，继续走。你从下面一直抖上来。哇，抖到上面去就到了。加油！上山，对，我就是要上山。拥有一双无
妖让。朝地下面爬上来的，好，继续，我们都做了，只是没成佛而已。好，恭喜。等一下下，还有50米，加油！边玩边走，对，还要再一段，一小段，快到了。山，我只求能有一秒像萤火去飞行。哇，多那一秒就是这么美。我靠近你，唤醒沉睡你心底，沉浸勇气。我只求能有一秒像萤火在天地，超好的。对，想去拉拉山吗？有机会再说吧。乌拉重走往这边，真的是好赞哦！这里还有温度计耶。我们要一直下撤，刚刚上180，现在就要下180。
这不是减肥可以解决的事。就是这一个啦，要不要过嘞？好，可以。刚刚是这里，走了。软绵绵的地毯，地毯路径，软绵绵的。哦，就是这里啦。那整个都是大镂空。就是那一颗，能用一秒像萤火去飞行，多难一秒，因为我爬上来，要不然都一直看不到那颗。三，啊，我刚刚就站在那里拍的，看到福山。继续下山喽。好，这里稍微平缓一点。夫山，我们下到安部，然后要继续陡上到夫山。 OK， 好，走喽。魔王，魔王开始要下去了。夫妇山大魔王，走完了。
好，继续下，下到安部。过来，就刚刚那个木头那边，再来都是这些陡坡而已。其实它绑得很牢固。真的啦，它你也不重。啊，那个又不是那个水泥的，一定有声音啊。对啊，有声音很正常啊。真的超级大的，就在路边。我们这一路都有大树相伴，太美了。我们又来到这里了，将将将将，大雪碧。爬完八十，现在爬上来了。讲讲讲讲，老公找完，现在老婆又到了。好，待会就一直下，一直下，下下下下下下下，下不完的下。看到一颗大七小。它完全被它磨蹭，然后磨蹭到最后就活不了了。你看，一个叶子都没有，一片叶子都没有。你看，被它磨蹭的，大颗的赢了。继续走。我们一直在下坡，这个角度是看不到，一直要下到登山口。虽然是下坡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碰到三颗的，哇！你看，有，继续走。到了，要出来了。好多樱花可以来赏樱。从农场出来。
我们已经到了登山口。锵锵锵锵，到了，到了。我只求。